3、2、1。在热情民众的期待声中，2014年正式来到，夜空中放起了五彩烟火，参加晚会民众的情绪嘛来到上观点。无法度开大钱请电音女神谢金燕来到玻璃唱歌，但年轻歌手现场唱起了伊的招牌歌曲《姐姐》，嘛照常和晚会气氛热到上观点。新人比较热闹，就过来了。气氛怎么样？哎，很好啊，新年呢 啊怎么说？新年快乐啊！有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就是新的一年啊，然后新的开始，新希望，对，特别参加。为什么要参加跨年晚会？对，是第一次和朋友一起来参加的，因为平时都是在家里看电视，然后第一次来就先来处理的。然后刚刚气氛你觉得怎么样？刚开始觉得无聊，后半觉得很嗨。玻璃顶第二年举办跨年晚会，配合着仁爱公园正地举办夜间灯光装置艺术展，和晚会不但更加五彩缤纷，现场的气氛更加是强强滚。精彩歌舞节目一场接一场，晚会现场是吸引了数百位玻璃顶民甲游客共同参加。就由这场晚会，期待在新的一年，玻璃顶正推动甲发展，会当更加符合顶面的期待。希望借由这个跨年晚会，让大家来迎新送旧。在过去的一年，我们希望都把它抛到脑后，希望在新的一年来到，我们都能够用崭新、最欢欣的这种态度来面对新的一年，让我们埔里镇公所的真正的推行获得我们乡亲绝多数的支持，能够符合民意的施政。为着和晚会气氛延续，在跨年晚会以后，最后重头戏的节目继续进行，而且是邀请到多位知名歌手比赛节目的歌手来到现场表演，动感轻快的歌声，连小朋友都欢喜甲跳上舞台，和玻璃顶今年的跨年晚会自头到尾闹热滚滚。记者王昭成采访报道。